我不相信你们相信谁去了。我看这球没过来，我。李团长开碰了。正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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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正好一百八。哎，不是我来，不是彭总，我要进，他进了有啥意义？你别动他，你去那去。
为了不跑都拼了命，你看那个专注多好，你看。别要了！哎，没事。你算，本来我要用这个名额了。子房不用看，他用第二个了。肯定有了。肯定没有。信就完了。哎，不能。完了。啊！没事。我还不懂他是什么人。你三个，小小压力。他就住我的旁边家，我还不懂。三个以内包。那肯定包。来了！大爷，你看，大爷，哎，是不是很关键？是不是？没事，大爷吓得你吗？相信，别听我。筹办三十一局。他大爷的眼睛已经出来了，出来外面，看清楚一点，哎、眼睛这样子了。大爷最准的，他已经擦擦。你们不要弄他。他不进你们得死，不要弄他。我就原本就没有这个风险。没有。你看这个老头来了。你站靠墙。你别动了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去那里。就你这样子走路想给人家进球。你不要动了。你爸没事儿的。哎。你没看我，你别叫一串串。没事。啊！来，站我跑来。站起来，不是说他肯定没进吗？跑来，不是说他肯定没进，要没有这个火，我们正好完了。是啊。好，自己练是自己的。现在我们今天就这样子滑步，你们滑一下就累，后面是坚持的问题，不是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滑，跟你比赛这样子滑是不一样的。就算你没力了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坚持，就一直做这个动作，是为了什么？那个累，那个心，要坚持住。有了。哎呦！出来就是我球吗？有了。哇！吹辣椒了，他把老吴高兴咋的呀？老吴又回来了。我老吴跑了。金牛，不用拍。哎呀，不用拍，不用拍，不用击掌。对啊，我是。慢。不要慢。没事，静。